满满的人潮，满满的祝福，都要献给我们全国的原住民乡亲们。那更要感谢台上的这些贵宾，给我们满满的力量跟关心。在这边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台上的与会的贵宾，也请各位贵宾听到您的大名，请能够站起来接受我们对您的祝福跟感谢。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总统好。接下来为您介绍大会会长代表教育部潘文忠部长。部长好。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宜江巴洛主委。主委好。为您介绍大会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宜兰县县长林姿妙县长。县长好。帛琉共和国欧克利大使。欢迎大使。图瓦鲁国大使馆胡丽梅大使。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艾瑞琼大使。诺鲁共和国凯法斯大使。巴布亚纽基内亚驻台商务代表处康德明代表。纽西兰商工办事处李思仪代理代表。马来西亚友谊及贸易中心法蒂尔副代表。纽西兰贸易发展中心惠提纳处长。关岛观光局台湾区办事处严树芬处长。夏威夷州政府驻台北办事处雷军处长。澳洲办事处宋若若及任副处长。立法院山地原住民高金素梅立委。立法院山地原住民孔文吉立委。立法院山地原住民陈宁立委。立法院平地原住民郑天才立委。立法院山地原住民武立华立委。立法院陈欧珀立委。教育部体育署张少熙署长。原住民族委员会教育文化处杨振斌处长。在这里我们要隆重的再次为您介绍我们立法院的平地原住民陈莹立委。欢迎陈立委。这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舞台左前方来自我们55个原乡的首长及全国各县市的原住民议员们，欢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族人乡亲们加油祝福，掌声欢迎！欢迎我们55原乡的首长。首先，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宜兰县议会的贵宾。首先是我们宜兰县议会议长张建荣张议长。议长好。宜兰县议会陈汉忠陈副议长。陈副议长好。宜兰
原住民议员陈杰麟议员。宜兰县议会原住民议员孙汤玉慧议员。宜兰县议会原住民议员松王淑珍议员。以及为您介绍我们宜兰县议会黄玉仪以及杨宏明议员，还有来自东山乡的乡长林俊甫林乡长。再一次感谢宜兰县议会全体议员对于本次赛会的支持，同时欢迎来自宜兰县各乡镇市的首长、嘉宾以及各社团负责人莅临会场，共襄盛举。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宜兰县政府林建荣副县长，为您介绍宜兰县政府林茂盛秘书长。欢迎宜兰县体育会蔡刚志理事长，为您介绍原住民族委员会阿美族王福来代表，泰雅族林国雄代表，布农族阿里曼伊斯达什巴尔代表，卑南族林纳林代表，卢凯族温建华代表，塞夏族高美荣代表，雅美达悟族钟礼珠代表，我们少族毛乔慧代表，泰鲁格族吴雅文代表，塞德克族吴永昌代表，拉鲁哇族少布拉布阿里扎代表，卡纳卡纳富族翁博华代表，格马兰族潘明志代表，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张朝国会长，国立体育大学校长邱炳坤校长，中华民国射箭协会李水和秘书长，财团法人希望基金会纪政董事长，总统教育奖委员会黄乃辉委员。花莲县徐真卫县长，财团法人台湾中小企业联合辅导基金会赖坤成董事长，也是我们前立委。接下来要邀请我们各县市的领队，有请我们各县市的领队起立，接受我们的掌声，也预祝我们各县市的队伍在本次赛会当中都能够取得理想的佳绩。欢迎大家，掌声欢迎我们宜兰县政府教育处王宏祥处长。感谢我们所有长官贵宾的莅临，以及各位乡亲朋友的共襄盛举，您的参与让我们本次的赛会能够更放光明。